鬼才制作人梁鹤群答题表现让众人都惊呆了，你只要超过九题我们就赢。台湾主要发电的方式三轮车中，你说奇怪不奇怪的前一句是什么？放弃梯形面积的计算公式，上底加下底乘以梯形面积，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，上底加下底高为什么不上？骂人家骂得很大声，对对对，让可云自己下来试试，是不是？百万奖金周周送，快下载 ETF 抢奖金，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 ETQ。